非常感谢三爷的演出，非常有点紧张。今天因为田鹏在前面演出，那个我介绍一下我的特别简单，就是有两个 sequencer， 然后有一个blog， 然后有一个两个乐器。一个做贝斯，用这个 Bright 做的贝斯，有一个 Rens 做的那个像那个明月一样的东西，然后有一个909的嗨嗨，然后这两块，我特别喜欢这两块，那个一个做鼓，一个做贝斯，这两个特别，我其实平时玩的特别好，今天有点没发挥好。对，不好意思啊，对，谢谢啊，谢谢大家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